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有啊，你牛掰！不爱你，别叫，给我闭嘴，给我看好！看啥呀？看啥呀？看啥呀？就这，连个特效都没有，再拿出来！谁跟你说没特效？来，谁让你要特效是吧？来！当牧童遇到坏培培是如何征服他的？老板，就打这个吗？就打这个海岛地图吗？老板，我想打那个园林模式。那、不就是海岛吗？兄弟，这是你点的陪玩吗？嗯，对的。在哪里搞的？那个俱乐部里面搞的。他们多少钱一个小时啊？一个小时的话，咱们得70一个人。他们说他们很厉害，怎么办？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呢？没有啦，就是想点一下嘛，看他们都点。行吧，行吧。哟吼吼，别上来，别上来，我扔了颗雷在脚下。你点陪玩也不行啊，这也不说话，这是你这是点了两个哑巴呀，人家。技术回好像都不怎么说话的，装高冷，整高冷男神那一出。没事，他们倒了，这是人机。哦，不行，这就是你点的技术牌。这局怎么我又说的是？人家吃了18吗？这局连鸡都没吃上，他杀了18、19的，有啥用啊？没激情我不要钱。就这技术能当陪玩呢、我也能去。没事，弟弟我已经上分了，而且上分咱们俩也能上啊。哎，真菜。没事没事，别吵了。你什么时候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。这把不用你们保护了，我保护他就行。你自己打了。技术没有，要钱钱没有，枪法还不硬。看到我的飞机了吗？你有吗，土狗？我没有啊。穿的那衣服真辣眼，哎。我觉得其实吧，他们打得挺好的。他要啥眼光啊？哎，这你没看到这技术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眼光差吗？什么意思？对，老板你就羞辱他，真的。出不了就拉倒吧，真的。我怎么了？哎，兄弟们，他们两个干起来了。对呀、这么菜。我老板咋了啊？3号，啥意思啊？你说我就得了呗，你咋还说人家1号呢？你对这个1号有啥意见啊？你出不了就拉倒。你怎么说话呢啊？老板他说能出就出，不出拉倒。我没说不想出。那你刚刚是什么态度？哎妈，完了，小三，这个男的更有权威啊。弟弟，你要 AUG 吗？不要，别滚了。蹲着你吗？离我远一点啊！你滚呐、好不好啊？你不要凶老板行不行啊？不适合有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算是什么呀？没事的，逼逼对你有大背景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滚呐！能听懂人话不？你消消气嘛。有多远死多远。你能耐你就单挑，输了你跟人家妹子道个歉，不敢玩不？你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还说清楚吧。你以前你都不这样。我以前怎么样了啊？那点两个陪玩不是气我呗？现在气什么呀？我问你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？不点陪玩什么意思啊？没事的啊，不用思想，没有意思啊。能处就处，处不了就拉倒。你滚！你把那些我给你买的都还给我，你走吧，真的。别生气，宝宝，你别生气。嘿，宝宝别生气了。这要跟我单挑吗？来，咱俩交一把来。老板，容我先帮你教育一下他，可以吧，老板？来，咱们说一下，你输了咋地啊？这小废物。你爹搁这犬吠了，行不行、输了，给人家老板道个歉，知道没？你同意我才开，我这个开个房间我10块钱呢。10块钱，8块钱的，你个穷逼，你别叫了，赶紧滚过去。行，我等会儿进去打爆你。人机吧，这个他是不是租的别人的号啊？没见位，你知道不？人坤他是拿下首分，他没见位，老板，我全都把他锤死了。不可能这么菜的，这么菜你玩什么玩啊？我不打爆你。小心啊，你别生气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吃醋，但是我觉得他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，知道吧？你把他打服气，给你送奶茶。那不用。他之前对我很好的，我对他也挺好，然后就每一次都什么身体肤啊，我都会给他，会给他抽的。家庭有钱啊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没有，就是我自己赚的，工资一个月10000。那我平时过节什么的，我也送他礼物。他有时候甚至连句节日快乐都不会跟我说。那这个你还跟他在一起干嘛呢？别分呐、但是虽然说是劝和不劝分啊，但我觉得你这真没必要。他刚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，他说话的口气是吧？一直拿着分手在你面前威胁你。
同打赢之后，怎么说这个小飞啊，你技术不行的吗？别叫啊，别叫，键位没调。什么键位不调？你第一个人头是键位不调，你第二个人头你还是键位没调吧？你在这里吹啥呢？啊，你叫什么？哎呀，看来你的意思你还不服气啊？啊，土狗就是土狗，你有什么优越感呢、啊？你穿那个逼衣裳穿的，没我家狗穿衣服。这不也是我买的吗？你好意思吗？我就说他是土狗，怎么了？我大声的告诉你，我有，你个小学生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有，你明白？老板，你能听到我手机放的歌吗？嗯，能听到。好，行，来，你别叫，闭嘴，给我看好。看啥呀？看啥呀？看啥呀？就这，连特效都没有，还拿出来？谁跟你说没特效？来，行，你要特效是吧？来，特效，来，特效，还要什么特效？你说你还要什么特效？来。过了很久以后，我再给你整一套啊！我这样，我让我这个朋友去换个号，来，你去换个号，这个小生的。看到没？山寨的孙悟空皮肤，看到没？我再给你看一下，老板，你也别跟他吵，我再给你，我再给你看个牛逼的皮肤，哥们。能看到不？你这是啥衣服不，哥们？你去搜索一下是什么人能拥有的，你去查一下好吗，哥们？至于金尊八尊的，就这，你纯纯土狗吗？你去查一下，哥们，你去查一下这件衣服是什么来头好吗？别逼逼，我现在就去查，我看看怎么事。行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他是主播、嗯，你知道就好，哥们，知道吧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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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哪个主播呀，哥们？你这样，你快手搜索这个 ID。搜索完牧童之后，我操，你是牧童？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弟错了，老弟错了。您给那个小月姐道个歉，这个事儿就算了，好吧？宝贝，我错了，宝贝，别生气了，行吗？小姐，你原谅他吗？不敢原谅。听到没？不要原谅，你们俩分手了，你快走吧，这个男的。是嗯。你干嘛呀？你生气了，你进来干嘛？老铁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关注吧。搞笑情侣吃鸡都在我这里。